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到十三节，所以我甲恁讲，被上帝灵感动的，无讲耶稣是通救助的，乃是乎圣灵感动的，也无有会讲耶稣是主的。文士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即事要分别。主却是一位，功用要分别，上帝却是一位，在众人内面运行一切事。圣灵显在达人身上，是叫人得利益。这人蒙圣神赐予智慧的言语，彼人也蒙这位圣神赐予财物的言语。各一人望这位圣神赐予信心，各一人望这位圣神赐予医病文书，各叫一人会惊异灵，各叫一人会做先知，各叫一人会辨别诸灵，各叫一人会讲方言，各叫一人会翻方言。这一切拢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照家己的意思分予达人的，就参像身躯是一个，却有真侪机体，而且机体虽然多，犹原是一个身躯，基督也是安尼。咱无论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做奴才的。是自由的，拢对一位圣神受洗，成了一个身躯，临在一位圣灵。